么的烟大块那么多，烧一撮金早就有多，什么原因？我们今天跟着这两位的脚步，就是要让政府知道，让资本家知道，我们不怕，我们会前仆后继，对不对？事实战斗到底。太少，出去还真没面子，二十天还真没面子。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面对这样的政府的时候，态度就是很坚定的，我不怕你，不怕你的时候，他就是怕我们的时候。我们丢鞋子，得到什么样的回应？他现在躲起来了。可是鞋子只是结果而已哦，真的是这五年来，让台湾的工人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，我们薪资倒退了16年，我们所有的年轻人从22K 开始都是他让我们中的因，我们要他觉醒，好好的谦卑的面对台湾的人民。我今天其实是抱着一个非常高兴的心情了哈。刚老理事长说判20天真的是太少，他没有早说，早说我就说你在法庭上坐我旁边的时候，你就把鞋子丢过去，绝对超过50天。我们从头到尾不认为他们有罪，他们两位跟各位报告，他们在法庭上从来不花时间为自己辩解，法官一问他们有什么话要讲，
他们讲的就是官场工人的处境，他们讲的就是全台湾劳工的处境。没有这种被告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法官问他们要不要认罪，我们有什么罪可以认？没有。判他们两个有罪的才是民主的罪人，才是这个国家的罪人。对，说对不对？伊甲阮共同共生共苦，在工伫工厂已经有九年，到今仔日已经有十六年外，为什么拢无走路？退休金都出钱了都没有走路。因遐大官吼，食钱食啊济，放因去烧了吼，法官拢无做。小可烧一撮金纸，迄普渡连本来烧一撮意思尔，恁遐警察就来甲因闹闹，甲互伊安尼，今仔日爱注意。首先我要先谢谢毛理事长还有林子文大哥，谢谢。16年前我们是老板抛弃了我们，把我们的所有的事情费跟退休金都把我们都没有给我们，快满15年的时候政府官员才从法院寄那个通知来给我们，这是我们该得的东西，为什么一定要再逼我们把这些钱再吐出来呢？老毛跟子文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案子被起诉，不同的时间判刑，可是非常巧合的是都在今天要去入监执行，他们就是要透过这种方式把我们两个头人抓进去，想要分化，想要让我们11月10号不要到台中去抗议。大家丢鞋子是暴力吗？不是。国家花2000多万告60-70岁的工人，这才是国家暴力。工人的薪水完全没有涨，江宜旺还敢说劳退提拨是加薪，这样的垃圾政府11月10号要不要拿这个干？要不要带着我们的鞋子去丢啊？要。我们这些人准备入狱的60岁、63岁准备入狱，就是告诉大家什么？历史会倒退，他们是越老越激进。我们这一代人不得不面对民主的倒退，要走进监狱。好，接下来希望你们年轻人，好，不要跟我们政府工联执行党压回头一样。好，我们这边两个示范，越老越坚持，越老越激进。政府就是说，你们找不到工作，我们来帮你做职训。所以呢，当年东林的工人，我相信都有上过美容、美发、调酒课程。好，16年后，今天终于派上用场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已经剃头完毕，好，准备好，我们要去啊，接受这个好，我们不公不义的政府给我们的打压，我们坦然的接受。哎，站上人潮，人潮，工人抗争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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